之门已经打开了，就等你走近了。这种富贵我不要，放了他，你忘记了这二十几年了，我们一直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、难得六公无赏识，我们会有很多机会，一起打天下，做一番大事业。我已经不认识那个出卖自己兄弟、用人命来换取自己荣华富贵的天宝了，所以是没有用的。看看那些叛党怎么死就知道，他们会死是因为我相信。 Thank you.